啊，嚟你幫我叫。三隻雞啊，來掏錢嗎？這是甘貝雞，聽我講我說哦，來，這隻雞啊，大隻啊，我無你賣小隻，甘貝烏串頭雞，一隻外口破900塊，唔免900，新價錢800，750，700來了。來700啊！你甘貝700來，這隻賣賣送你了，700塊來。來700啊！來三隻雞啊！我今天做重的哦，非常重哦，700塊要吃不？700啊！烏串頭的那個甘貝雞700塊。大隻的哦。多少塊的鵝肉？700塊。你存一箱来哦，一箱来哦，无买啦，今日你甲我买一只角来，绝对个鹅肉、汤头、甲鸡肉，350咯，来350啊，两只七包，两只七包，来350，人要吃无？干贝迄个迄串罗子350，350啊，鸡翅买来350，OK 啊，350人要吃无？350，哎，该你帮我去无？好来，大你黑好，无啦，大你黑好啦，不怕，不怕黑了，该，伊买迄个背肩甩一条。你黑你了，好啦，你卖毛啦。大是谁啊？背肩材料。好，等下啊。讲完了没有？讲完了没有？我先来了。讲完没接，没一千，没八百。讲完没接，来两包。还剩八只啊？你五包。还剩五包呀？五包几个？我就五包。是啊。好，你们两包。来两包，好，来两包。来，恭喜恭喜。来两包，来，这边两包一个啊。谢谢。我另外考了，我来讲，我发去原来找人发，来三百，七个找我发，我给收了，来谢谢，来七包七包三包，多少条？三包，七包了，我一百啊，七包的，上面就是背肩三只了，对呀，几千个，来钱了，好啦，这个几千个背包，嗯，上面几千个背包，这几包都五包啊，两包几千啊，三包几千啊，四包几千啊，五包，六包啊，七包。今仔你甲我买八斤材料，人家一包、这两包、这三包无卖，买着退钱一千啦。来钱啊！我提过啊。我人要食八斤材料了无？这包都你甲炒了，一包互你调的，真正一千。够买来无？一千。来钱啊！有啊无？够人要买五百啊？哎，五百啊！有人要买五百的无？一千。够买来无？哎，我今晚无得走啊！来，你帮我预备帽啊！有一分，还不错。不错。有一，有一啊！有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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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搞冒有一去啦？你冒钱啊？冒钱啊？有一，有一。你几位会啦？还没几位？你查几位？查出最大会贵钱？会几位啊？来几位去？你要吃这几位会哦？要吃没五包。这上面几啊？两百了，两百了。哎，两百啊！两百，够我几啊？我几分？哎，两百。够我几啊？我几分？遐几个咩？粉红色，粉红色的。阿姊，阿姊，你够咩啊？两百。这啥啥做甜的？滚瓜沙皮。有啊，收。收。哎，无那个收。上面几飞机？你要几飞机啊？到底有？飞机啊！飞机要几千个？一千个。哎，千了一个啊！我买一千个，搞个叫咩钱？阿姊，我几飞机啊？我下面这两物件，咩啦？发五百，你甲我讲啊！这大只飞机菜，这一片400几块，我咩啦？发五百，我嘛做想要发五百，这就大只来啊！一千块上面只一千啊！哎，一千咯！你飞机够无？都无啊！一千块无啊？真的啊！一千。你袂使耍？你听我讲，我耍啦！我的飞机全部拢交的啦，肉拢交的，你放心嘛，你在哪住啦？无落香槟啊！一千块有人要吃无啦？一千啊，系啊！来，迄个你看下，后壁我提两块，迄条叫两块了。好妙！来，再收一百落来，要足济啊！我再两百，再送一百落来，比较济啊，送一百，等下啦。该赚一百而已啊！今日拍头要买油钱。啊，这一百我叫你油钱。拜拜，拜拜，来，啊，这一千上面只啊。一千啊，只啊。今仔我你来讲，我早说一下啦。你讲要买五百块，你买啊，这个真正一斤400块，这种大只个，一千块块啦，真的啦。一千啊！你头头做这包拢足高个啦。我来讲啊，我飞机哦，你啊这你啊，你这飞机恁同学同学要做爱抢水个，最强个无波啦。好嘞，你敢听有意思？来啊，我你听我来啊，挂我你听无波你听无，直接过伊啊，一千六块啦，真正是我，真个了不啊，一千上面来啊。一千上面只飞机啊，直接过来，直接过来啊。我来讲，我来讲。只要你若加卖一千块的人客，我来讲，我这只卖面，你外口问看嘛，全部只三个楼，一千楼大只。一千楼，
来总监，阿姐，你下当是咪炒来搞买两千？我还讲我今仔日我拢固定安尼啊，我今日因为阿姊啊，灵感无安尼啊，伊买足济个啦，即阵我灵感真正无啊，一千台。一个啊，你送一个，最后就一千啊，够爽啊。来钱啊，飞机啊，大只啊，最后这一千够要食啊。那无九百无低你给啦，那最强的有保你退钱，一千块够一个了。最后一个，阿姐，这真正好物件，我袂歹好笑，说了无保你敢听有意思？说了无保你敢听？最强的无保啊，一千块够一个了。来钱啊，最后一个卖老酒。一千块咯，小心我讲，小心我记记。外口一间，好，迄无问题。我来讲，我飞机你无买人，叫你买买一千，买买八百、七百、六百，上万只飞机。啊，六百啊！你唔好买，无你想买六百，有人买六百的咯。哎，一千块你。啊？保利龙啊？对。保利龙啊，无。千万目前都无的。等下不要紧啦。等下紧啦，无你这我绝对当面的。这一千块要来啊？一千咯。我无见你千块。三百一百，一个你要给过，美女帮我当陪姐嘛，在你们前面帮忙一下，谢谢你，感谢你，谢谢，三百一百，以前我的一千个，我给他总共一千块，我把他开工资三百了啦，三百，三百，两包三百，三包三百，四包三百，阿姐，这包要送你了，五包了，三百了，三百一，最后一个三百，没有了，三百，最后一个三百，三百，最后一个三百，我是想爱美女啦。无钱甲你买，你遐简单，我无钱，臭臭味。你来买物件阿沙利，我嘛阿沙利。过来要食啥？来再招牌啊！阿爸玩，哦招牌吧。阿爸玩，你点拢买？阿爸玩，做朋友买了了，大嘞。这包你钱买，你买几包啊嘛？几包过来？几包？几包？五包几包？来五包。好，不要介绍。哎，老婆啊，这包叫招牌咸猪筋。这包咸猪筋拢无骨头，你情况还试看嘛？顶个办一个人个十包，一个包包来才搞买十包，十包恁都几两袋，几两袋个？一包外口拢无贵嘞，一包只要两包，要到两百包，两包四包，四包三十五块，两个人客，三个人客，新客一个人客，一条骨头退钱两百了。啊，两百啊，谁啊？谁啊？招牌咸猪筋，这上好笑。两百块，我要钱无？两百。两百。招牌咸猪筋，我要来无？两百块。两百块买来哦，两百嘿。阿姐，我讲你无买啦，人家试吃看嘛一百咯。哎，买啊！试吃真正好吃啦，一百好嘞啊，真的好吃啊，一百好嘞啊，一百啊，一百拢有啊吗？一百啊！一百够买来无？几多你无出钱？好啦，你过来要吃啥？你点？我这样不用啊，鱼肚，鱼肚可以的，一次啊，鱼肚可以的，鱼肚啊，这三节是，来两到三分钱，来两到了，好钱吗？一千面、八面、七八面、五八了，来五百啊 ，XL 全部拢没事的，这地方你五八，这地方送你，这地方请你，这地方你来先给钱，这地方来五八了，五百啊，要吃两到了吗？后边那边来吧，八个要吃两到嘛，五百，五百了，行，大人。我来讲话，我平时讲保利龙嘞，我看要卖啥物龙个。你们食迄个鲑鱼下巴鲑鱼尾段无？下巴几斤？下巴龙胸几斤？几斤阿少一箱哦？是诶，恁无感冒吼？鲑鱼尾段，几阿少一箱？挂龙卡啊？有鲑鱼尾啊？有啊，我看了，有啊。那这下巴上面几下巴？下班的时候，我来讲，我们一千块，八百、七百，我们最高领来讲，先给钱五百块了。来五百啊！来五百，上面简单简单五百块。五百。有人要吃鲑鱼的下巴无？五百块。哎，恁今仔搞买着我的猪脚啊？哦，那我的猪脚真正要一百二的条。我的猪脚要一百二的条。来，啊，多少钱一只？我们十万。我袂错啦。哦，我即摆即个就是要准备哦。来，我要等下加伊个。迄个李老板，加伊，十万千万唔好给予伊哦。好 ，OK。伊讲为了十万就要走啊？伊即摆讲为了十万要走，你十万千千万万百分之百唔好给伊。上来给十万，你袂甲靠情绪哦。我知啦，我即摆即个要你个讲笑个。好啦，即个即个你啦，即个你啦，来啊，五百来啊。来五百啊。上面只高以下包五百块，还有钱我你来讲啊。我来讲啊，全部六个人给先给钱哦，三百啊，三百啊，来三百，来一来两个啊，来一包啊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三百好了，要吃无？等一下，要等到当时。过一下包三百，来开个，三百，来，等一下，这你听我讲。你看我，我今仔日我今仔因为这阿姊哦，要等啊，你有发给钱啊？我是什么？
我想要牺牲我哩，我就为着这卡生活要用伊尔，我无啥物想法足单纯嘞。六岁卖甲我出价哦，两百好啊，钱来啊，两百啊，两百啊，钱来啊，两百。我来开车。两百来啊。哎，两百一个啊。你啥物想我哩啊？两百来啊。啥物想我哩啊？你钱也要你啊，最后要两个两百。哎，两百。你唔好来这，我出价，我要两百啊，无啊，两百啊。有啊，我会甲生活过下去。你看好你啊，多谢谢谢，啊这谢谢啊。两个开，两个要开两百，两百都有票来无？两个开两百，都有啊吗？都有了啊，哦，等一下喽，我来买票上。三杰是可以的，你帮我，你给阿阿姐照顾。美女，你那个这计时档哦，你当然有钱的哦，因为我有钱照顾，才有钱的才多些，真正有油的钱计做好些啦，这一包十几、一几五、十几五百、两百了。两百，两百啊！有人要吃这个炸鸡翅的无？用油下去炸的，两百够要吃无？拢有啊哈，好啦，谢谢，行，你喜欢可以无？出去干么？加菜馆出去干么？啊，过来买啥物？要吃啥货？我一两片。哎，其实两百块包一包啊。好啦，好啦。你讲这样，哦，其实啦。包两包啦。是，对，我那个啥都讲的。你若要追缴，我讲啊，追缴，我追缴是做好些。来，我一两要吃一包嘞。一包，一包啊。哎，妹妹，谢谢啊。拜拜，妹妹，拜拜。来，第二节。谢谢。来，一包。一包。哦，你若要一包，一两个打的啊。两个。我两个啊。来啦。来来来，你好来，先出去嘛。我只会去巴黎啦，我只会去巴黎啦，哎，只会去巴黎，来来，去酒楼吧，我来呀。我有钱没有？我来啦。我来呀，我来。你今天上鱼了？你别说这个，我今天上鱼了，今天上鱼了。没有，今天上鱼，今天上鱼了。